首先拧开水喉，整湿手掌同埋手腕，然后双手离开水源，接适量嘅洗手碱液喺手心，用双手捽到起泡，最少用10秒嘅时间捽匀手掌、手指罅、手指，尤其是指甲边缘同埋手指公、手背、掌心同埋手腕。捽完碱液之后，用清水彻底将双手洗干净，然后用抹手指由手指抹到去手腕，彻底抹干双手。双手洗干净之后，就唔好再直接去摸个水龙头，可以用抹手指包住水龙头闩水喉。如果系冇水洗手或者唔方便洗手嘅时候，就可以用含有70%酒精成分嘅消毒剂清洁双手，又或者用含有70%酒精嘅消毒湿纸巾，根据之前所讲嘅原则清洁双手。不过如果双手太污糟、湿咗或者有明显污迹，就要先用湿纸巾抹手，抹干之后再用消毒剂或者消毒湿纸巾清洁。